MVP 的泽野来拼冠亚军。对。然后藤野秀，然后用 GForce 的变速箱，那个卡巴达用的是序列波六档。对。我会拼得很离谱的。啊，好，一号弯，卡巴达在内侧，直接来，哇，坦库在中线偏外。好，哇，一号弯竟然。追不上啊，还是有一点距离啊。S 三卡巴拉，哦，差点碰到。S 四、S 五，哇，我蛮出乎我意料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很困聪明哦，很困他用的路线，你看回放，他从内线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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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冲啊！坦库已经在内线了。再上去，哇，这么狠！好吧，他跑都跑不掉啊，他被摸了一下。哦，原来是哇，马来西亚之王！哦，天哪！这是要在中国把卡巴达给灭了！哇，哇，厉害！哇，腾坤直接贴上卡巴达11.0，恭喜十二号腾坤。OK， 扣一在前，坦坤将在后。走啊！坦坤的直线也蛮快的。哦，盯着尾巴哦，坦坤来了，哇，内线啊，天哪，这么近啊，贴上，太厉害了，坦坤的距离非常的近啊，哇，很紧，有点懵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坦坤怎么比我那么近啊？来了，做 S 五，摆脱不掉。摆脱不掉啊，臣妾没有办法，无能为力啊，真的。哇，坦坤真的很厉害，追得上吗？一定可以的，有记录，仔细的鬼子，他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哦，但是坦坤还是打开了，哇，还追得上吗？我跟你讲，很紧追不上，是吧？很紧鬼子刺了他一下后，还要再试，还要再 S 试一试，坦坤真的好快，第二轮结束，哇，很紧。你看吧，海轩9.0比8.5，对，还是拿到了0.5。梦勇不要被拉开啊，走哦！坦坤的起步不错哦，梦勇1000匹啊，定住了，直接到了身后，哇，是不是大走路？但是坦坤的速度又够快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梦勇其实拉开了，坦坤竟然把梦勇瞬间给拉开。竟然能拉开那么大的距离，哇，这个太神奇，我们来看一下回放，小的大能不能拉开腾坤，腾坤将，腾坤将，紧紧追啊，哦，队友最后的加速很快，哦，腾坤将，哇，完成速度，腾坤将，哇，相当的快，两个人的速度不分上下，梦勇在一号弯之前哦，直线的时候突然一个加速，把腾坤将拉开，哇，腾坤将不狠狠，哇，漂亮。哇，坦我跟你讲，梦勇刚刚很厉害啊，在直线，我们看回放，在直线，哇，在前车还能拿到0.5阶了，前车还拿0.5阶，哇，14.5比15，紧张了哈，全力冲刺，很低刀，泽野直线，坦坤将直接紧紧咬在后面，哦，日比大角度飞了进来，哦，在日比观众的速度非常的快，你能跑得开吗？坦坤将的内线竟然没有办法，有时候啊 S3 这里，坦坤将哦，有没有拍到日比野啊？差一点点哦，来到 S4、S5 这里，哇，这个速度，是坦坤的弯中速度真的小弯速度太离谱了，哇，坦坤这个小弯的速度怎么开出来的 ？S1 怎么飞哦？看一下相对位置，哦，哇，这果然大角度飞进来，好，哇，日比野追上了，没有，坦坤很快。日比野并没有追得太近，对，追不上多少。S3，日比野顶着上来，再折 ，S4、S5，再顶，顶住，好，第二轮结束。哎，我们来看回放才知道相对的距离哦，哇，厉害，完了，好，坦坤将紧紧的咬着日比野这个车尾，坦坤将在外线，好。跟刚刚但是坦坤将的角度更大，我贴得更近哦，比刚刚三圈贴的还近一点，哎呀，坦坤将推头，坦坤将失误了，哇，坦坤将产生了一个这么大的失误啊，等一下，发动机是不是应该是车有问题，我刚刚看到的人赶快下车，是发动机的高转速运转的时候它的顶杆
容易关 whole week, and to be at the finals to go against, you know, one of the best drivers in D1, I'm very honored. So thank you very much. 哦 ，OK，OK， 好，这就慢点，这就慢点。Kiss 我，我那个。站的第五回合的单手冠军，让我们有请德冠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CEO 德冠廷。